穿着一领水水的礼服，徛站在舞台，唱出着迷人的歌声，表情笑嗨嗨。啊，阮的心肝内满腹的悲哀，委屈无人知，暗暗来流着伤心的眼泪。啊，亲像阮的这款生活，啥人会当了解？只有咱客户阮的鼓励关怀，好阮有一个期待，希望成功早日来。穿着一领水水的礼服，徛踮在舞台，一个歌手要成名，一个艺人要发展，需要足侪人幕后来扶持。亲像江辉，你着忍耐，小别的海花，阁有只有你遮的歌，拢嘛迄度甲一同做。是啦，今日新所的歌，着要邀请遮个作品的作曲家邓嘉明老师见面来开讲。国情要成就你，大声来听。含伊真有交情的报道歌谣记录下，讲起邓嘉明老师的做人做事的作风。董家明有写一个什么小别的海花，啊，个你着忍耐，只有你，啊，个有一挂吼歌安尼吼，拢互江辉唱，啊，我感觉这歌拢有迄度，拢有调。拢很受欢迎，啊！呀，搁而且这个白冰冰，哦，迄个舞姿嘛不得了，嘛是伊做。我来感觉哇，这个人嘛多才多艺，除了讲伊的声音真好，搞唱歌以外，吼，啊，搁而且伊的这个脑筋很好，伊跩专门就是咧教学生，啊咧作曲作词啊，然后来做这歌曲啊，所以伊的声真水，啊嘛甲同人有斗阵。有唱过三地的这个唱片，介吊顶唱过三地的唱片安尼。啊，本来陈汝南人邀请伊要去日本吼，去啊去演唱，甲去像甲咱讲去，等于是去发展就对，发展就对啦吼。啊，本来董家明嘛有要叫伊去呢，但是伊都有多学生的关系，袂当去安尼，失去这个机会。啊，不过实际讲，实际人嘛是伫咱台湾嘛是创造足侪好听的歌曲，啊，好在呢吼，岗位好在呢，大家唱，啊嘛是一个真有成就啦。董家明董老师，其实哦，咱自从天顶二四点，斗阵评分了后，啊，就拢无斗阵啦，啊，就你无你，你无用你，啊，我无用我的啊，然后个人的发展啊呢。但是前几天你打一个电话给我吼，哇，我足欢喜的，哇！你董老师阁会找我呢，我听着你的声吼，感觉讲足欢喜。你也是迄款的，怎拢另外一种的这个安尼是查甫的这个优美的声吼，真的无简单。啊，我听着讲这个你的学生安尼吼，还阁安尼在甲你斗阵学歌吼，还阁安尼是阁斗阵合作吼，还阁甲伊斗阵。合唱歌啊，个咧表演吼，我感觉讲真好。你的前途真多，真好。啊，我嘛感觉讲你即款的声吼，会使阁再接再厉啦，阁再发挥啦。希望你会当安尼是啊，桃李满天下，祝你成功。像阮的梦。
黄志强歌手，于天男性纯情梦，江辉未算的制作品，原作者、作曲家董嘉明老师来跟咱开讲，老师欢迎。老师，咱头拄啊看到纪乐霞老师，咧讲起你甲伊的交情，咱嘛知影，拄啊好你，甲宝岛歌后迄运的大家有顶踏着，足少会听讲你就出来唱歌。我现差不多二十通岁啊吼，好好出来了啊，我都对音乐有兴趣啦。吼啊啊！未怎么，叫我足细汉的时阵哦，我老爸拢会啉烧酒，啊，正会啉烧酒就叫我来啊唱歌给人听咧。啊，我拢唱日本歌安尼啦。啊，正早出来，我拢去外口流浪咧。现伫外口了，知影歌手哦。啊，因歌听啦，什么啦，吼，即马讲的嘛足济，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年啊啦，有影。细汉的时阵咧灌歌，讲到单婚男嘛捌对唱。我出道啦，我二十通岁啊，啊起啊，因老爸甲阮老爸啊，大家袂歹啦。哦，唔只说一个机会，就大家袂歹安尼。啊，我总去住伫因家呢，住伫因家伫遐练歌安尼吼。我遐我无一个相片，啊，但是来因食古锥啦，啊，第一遐是唱迄个叶俊麟啦吼，叶俊麟写的词安尼，我说唔通天天醉安尼，迄唔知捌听过。迄真轻松的曲啦，请你唔通天天醉。对。可是阿伯灌歌进前，你敢无去拜过先生？我上早出来是阮一个阿姑，阮一个阿姑从我细汉爱唱歌就安尼吼，啊来爱。那个带我去的，啊，他带我去吴进怀吴老师、吴老师呀。吴进怀哦。嘿，吴进怀。嘿，这么红、这么大牌的老师哦。伊做为日本等的，伊做日本等的。啊，阮迄个阿姑伊嘛是拢留日啦，啊，拢有熟识安尼啦，啊，总带我去遐，啊，就遐拜师安尼。嘿，就是吴进怀吴老师安尼。老师，吴进怀老师不是你安尼足平常咧讲的，在阮的感觉吼。伊是台语歌坛的，足崇高的人啦。是正迄落啊，伊迄套就是拢哦，日本的迄落方式啦。吼，唱歌实在个基本的方式吼，比如呼吸、运气啦，吼，气型啦，正侪啦。梁山你知影啦？梁山已经差不多过去无偌久啦。伊是我的师兄，安尼，伊嘛是底下，伊嘛是家在梁山嘛是袂歹。安尼，啊，迄个吴进怀当初出来吼，咱较唔知迄落啦，啊都伊来讲啥，啊咱都学啥话安尼，主要是呼吸、运气啦，种遐上基本的遐物件安尼。敢有教你家己？我现在还没学吉他，我现在还没学吉他。吼，啊尾啊，我是够，我嘛是学过来种家己啊，学吉他了后，甲。初中的时候，我搁伫屏东学迄落白鹅哩，尾下我嘛学迄落竖琴，都拢学啦。我对音乐有兴趣哦，啊都那看啊都好安尼。竖琴你知影咯吼？迄落哈布啦。连迄你也有忘啦。啊，拢老师，咱知影讲，请你唔通天天醉，几落条落弯吼，其实。当英明都已经有知名度啊，人都小看捌啦。你得出去外口边表演顶台啊，对不？对啦。啊，就是我伫外口表演啦吼，啊在啊讲电台安尼啦吼，啊就是因为电台，甲伫高雄个电台吼，搭两个学生吼，迄个时阵就开始教学生啊，写哪呢？因为我现在是唱歌尔啦，吼电台啦，还是讲舞台安尼咧唱。啊，有一边多伫迄落高雄迄间星光电台嘛吼，啊，我都伫底下咧，有那伫唱啊咧，啊，他唱了他两个妈妈啊，带两个查某囡仔来啊咧，啊，就讲要找我啦，啊，找我讲，那那么无代无招咧，来要找我，无时无势，吼，伊妈妈在那里讲啦，讲拜托我讲吼。这个查某囝，啊，这个是查某囝，讲叫我收起来做学生安尼。我阿妈教学生，我出来唱歌安尼尔咧。我一直拜托，一直拜托。啊，不然嘛好啊，无嘛好啊，无
所以我开始受教做学生，现在是水兰啊，一个秀兰哦，洪瑞兰、秀兰都是迄个时阵。我特别等问讲，因敢有听歌段？原来遮出名。有啊，秀兰有啊，啊，迄个水兰嘛有。啊来了，嚯、哦、啊，人唔知是安怎，啊人知影讲哦，即嘛有队伍在学唱歌，嚯、哦，来愈来愈多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我伫高雄迄个时阵都有一嘛吼，教、哦、一挂学生啦。我是讲，我也高雄，即个林红啦，什么迄种，我是我学生，安尼啦，啊，都过去啊，迄嘛真久啊，我迄几年啊咧，几十几、十五六十年前啊，五十几年前啊，是啥样？时间咧过真紧啊，你。我说迄个时阵唱歌顶台，我所在爱有歌星情对无？迄个时阵爱考啊，爱考过啊，才分一落去。像我顶下可能有摕互你看过吼。迄顶下你若要对一间厂，啊，就去先去登记才会使啊。吼，像台北金龙酒店啦、凤来阁啦、台北歌厅啦，其实我若去唱，啊，就爱去登记，每个月拢爱去哦，安尼啊。你开始写歌了吼，迄个时代。歌嘛，拢爱伤心，压力真大啦。哦，我来讲一个歌伤心的哦，我实在是哦，感触良深呐、啊。写歌了后，你拢当爱心扎，你知道？啊，心扎当爱好写，写真济样啊，安尼从这伤个心扎。啊，我一边哦，写好迄个叶克电唱，即条是最后一帮牙快车，迄上。唱差不多十几遍，啊，唱袂过就袂过。啊，是安那袂过？哎，就讲眼高位重啦，什么会安怎？啊，就甲你讲一个啥，就无让你过啊。啊，无来过，就个经过差不多一两礼拜，啊，我就去唱，啊，唱差不多吼，唱到尾也袂唱啊。啊，尾也嘛有录啊。啊，有录啊。啊，尾也头时吼，头时要拍迄条，啊，袂拍的啊，迄电台袂播的，无好袂使安尼，啊，就无法度。我先招朋友来听。听人咧讲，叫做江辉的接班人陈世安、嗯、唱你迄条足杰作、足代表的作品，我那伤心的，惜别的海花。Thank you.
明净的海洋声，像阮无明净的心情。今天来跟小白的海岸原作者邓家明老师来开讲。老师，头拄我咧讲，少年的时阵，家己唱歌、灌唱片、做歌星，啊，惊对幕后来写《小白的海岸》这条歌这么 hit 到。不过我所在吼，这条歌敢那，你有哪心情当歹的时写出来的？对啦，因哦，进前我咧讲吼，我们拢伫外口咧唱歌，啊，当着日本的歌星来做秀。啊，甲恁讲一挂迄啰，哦，伫街仔路拢听到咱日本歌，而且上细听阁毋是啦，恁来拢台语嘛，拢翻译，较早迄啰，较早迄个文化啦，拢用日本歌改，甲来到迄个啥啊，迄个凤飞飞，伊啊阁咧用日本歌改，我迄个一直想讲话，迄个无家己来用袂使安尼啦，啊，我毋知想讲一定爱家己做。我现在鼓励人啦，我现在家己写，啊，家己迄落，啊写嘛是从从位开始迄条迄落清风细雨你就知影，迄位啊开始，迄是我第一条歌。啊，迄当你第一条作品，敢那都得着金曲奖即个奖。对，啊，迄是迄个陈永凤、陈永秋的，啊，迄个都有得奖啊咧。我得奖，我现慢慢都有信心，啊，现在甲迄个金曲小姐吼，啊，大家拢袂歹啦。啊！我那上尾啊的节目，我尾啊，佫有上什么《孙子歌》啦，什么会安尼拍呢啦？啊！我迄个心就尽量哦写，啊！我尽量写，家己作词作曲，吼词那不是我家己写，曲嘛爱家己写，啊呢，啊慢慢啊起来呢。啊，小别的海岸是安怎嘞？初做的时阵吼，都我拢讲你心情安尼吼，你有当写较心情较歹。好啊，有当出去安尼啊，啊，底下底下下下下啊，好下下下，哎，啊，佫不也佫安尼拍，佫敢那佫袂歹，我唔知我迄个安尼会真迄度啦，啊，真侪我学生讲，因哦会晓唱一首歌，唔是去安怎袂，拢伫街仔路听到，听到也唱安尼啦，啊，现在吼嘛是，即个过程嘛真趣味安尼啦，小别海岸，吼、哦，迄是毋是第一集哦？迄是算第三集吧。第一集是你就进来啦，安尼。第二集你就进来，迄个，就我迄个开始，我尽量哦，我咱台湾人都毋是袂写，迄一挂遐老先生遐，像就天蒙啦，因为他们遐大家拢嘛会写。啊，倒来写，倒我看到过用个日本歌呢，安尼来咧翻啊，倒来用笑安尼啦。好，我们才开始去咯。啊，唔能不要。本地你写华语歌，什么缘分，人会来找你讲？啊，我工会这算新人，啊，无你甲听看卖，还是讲你甲做歌，是谁来找你？较早一个这张春祥，吴明章，吴明章，哎，就找伊来找我啦。好，找伊来找我，就讲要甲录音安尼啦。我讲要来好啊，啊，迄个伊就我定咧做伙安尼啦。啊，即晚若要录音吼，啊，若要唱歌，就写，啊，就带伊转咧，啊，带伊北斗啦。啊，大家若到时也好，袂全部都要。啊，正来听拢袂歹，但拢会调味哦。安尼啦，啊，迄个时阵，就我搁去外口，啊，搁安尼迄落吼，啊，转来，啊，过一段时间吼，我就开始。因為我是初做的时阵啦，迄男性，我男性的要安怎讲？啊，唔甲某小可有吵嘴。都是有，那想讲，
爱都未了解咱的迄落，你咱的生活是安尼啊，对唔对？录音呢，当有当时录到半暝嘛，是还可以录啊，对唔对？啊，有当时较未迄落啦，啊，开十点啊，人啊，起码我出来安尼，啊，遐嘛是背起啦，做这迄落。啊，小别汉话，我起码你个，你个起码嘛，三四十天有哦。真正无枉费你当初走到对高阳去写这条歌，加在安尼红三四十年。你着恁来迄条歌，听讲歌词大概是伫海山打还是伫路边打写出来的？路边打，路边打，迄个廖信如啦，廖信如甲兴。今天上啊，过来遐，大家伫遐伫遐咧伫遐倒啊，伫遐咧伫遐咧食饭，伫遐咧啉烧酒安尼啦。我爱就讲伫遐有特殊安尼啦，讲好特殊，我就摕来念念念。啊，书摕来，我就开始来甲写，甲铺起安尼。啊，就是咧路边呢，迄伫个伫台北哦，迄个即嘛毋知，迄个龙安街，过迄合啊合龙安街合江街，遐较早吼，较早有迄夜市啊。夜市啊，是当地啊，啊，阮拄着拢会去啊，哦，啉烧酒啦，食物件咧啦，食物啦，客家拢很特色咧。啊，写都安尼，啊嘛唔知影讲安尼，啊，现都我是尽量，我心内我一定我家己爱写啦。吼，哦，日本歌是好听，唔是唔好，那唔是讲日本歌歹啊。啊，但是这等日本歌好啊，你用人个歌啊来提词啊，就讲用安尼吼，吼，哦，啊，我感觉。心内无感觉足奇怪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江辉算新人，唱歌的技巧，也是讲美感，你有甲调到位。其实吼，那伊譬如台湾这歌手啦吼，有伊有当时也较袂注重啦，运气啦，种种吼，较会凊彩啦。对以前安尼，我唔知变哪讲吼。啊，江辉伊是。基础是真好，伊都以前都咧人家是有无安尼啦，吼啊发声方面我是甲伊讲，从发声后，从王世贤嘛是，伊拢来往甲伊发声，安怎运气，安怎放屁落安尼，啊迄个差足多，安尼，啊说江辉啦吼，啊迄个王瑞霞啦，因遐拢有来遐，啊王世贤啦、王建杰那种拢有来，林九啦，伊拢江辉拢带因来啊。老师，你迄当阵，阁有一条歌吼，叫我所在，几落个人相争要唱，尤其是紧的，白冰冰、潘越云拢捌到过。对，咱先来听《无敌》，我邀请一个少年的歌手陈依晨现场来唱，甲你表示致敬。Yeah.
舞池，足轻快的歌腔。啊，潘越云还算滚少唱片，原底拢唱华语歌的歌手。搁有冰冰姐、白冰冰，完全无共线路，竟然大家拢爱唱、爱灌这块歌，甚至讲完啊轰动到即嘛。这首歌嘛唔是潘越云上早唱，嘛唔是白冰冰上早唱。其实我头下写信哦，信哦，即重庆南路有一间录音室，或者小徐哦，信是伊要做专辑，啊，我甲找一个人，啊，我找一个女歌手安尼，啊，迄搭伫遐写一块舞池，啊，则一个为何放生我安尼。哦，啊，两地信哦，即个我感觉袂歹啦。啊，但是咱也唔敢讲，咱信啦，也唔是讲真出名，真迄个吼。拄出来时阵吼，唔知是安怎，煞无拍，还是安怎吼？啊，就总较无，唔知迄什有啥物原因，啊，就无拍啦。无拍过，煞就总较无迄落去。啊，尾也是滚石迄个段中坛嘿，伊咧来甲我买去用。伊来甲迄个小徐吼，讲要一块歌，啊潘越云要唱安尼啦，我好啊去啊。不过潘越云嘛无啥怕咧。啊，就是我现就是我伊录出来了吼，报纸出来咧，报纸咧讲，潘越云怎么出台语的呢？啊，台语内面都有一块，我都不敌，真好听，那也无怕迄块安尼啦，就有人咧讲安尼啦。啊，但是迄个嘛唔知影，迄个人咧怕，迄是人的迄落安尼啦。啊，无拍嘛，无起来啦。啊，无其实加减无人知影安尼尔。啊，是买啊，个尼哥现一个伊啊的一个制作人，迄个是啥物名去啊？伊来找我啦，来找我要用这块歌。哦，尼哥要用这块歌，尼哥含我真好嘛。尼哥迄个档案我真好，我就唱一块舞池，啊，搁一块歌手两首。哦，现搞买未少钱嘞，几十万嘞，安尼搞买去，我嘛笑啊！啊，你后就开始拍，哦，舞池就拍嘞，哎，无啦，骨都我一直起来安尼啦。啊，顶尾也有听咧讲，有咧讲什么？这个舞池，讲是阿潘越云迄上早唱的啦，啊是安怎样？啊，有诶讲无啊，迄落白冰冰上早唱的咧，我唔知影，我听有咧安尼咧讲安尼啦。啊，其实我想知啊，上早唱拢唔是因两个。原作者今日你公开发表。有啊，我是讲歹势，我都要讲安尼，唔知歹势无。像我吼，电台咧甲你开讲，你想讲奇怪，你写你着忍耐，头一个工会就对啊。嗯。啊尾啊，小北的海岸一面，另外一面就是爱人是惊准人，迄个嘛对。不过吼，查起迄个第三集啊，啊那浪一个第二集，这个观众朋友唔知的内幕对无？第二集那无轰动。讲到这吼，是咱讲的也对人歹势啦。迄就是讲哦，做头家人啦吼，还是讲本身吼，这个做人的问题啦。吼，第一点你就忍耐，人无讲穿，啊，歌有穿着安尼。吼，啊，正做第二代吼，啊，因都迄头家就吼，较有迄个样式安尼啦，讲话就较无客气啦。你知影咱过去吼？咱台湾这歌吼，要流行拢来靠电台，电台主持人捧安尼才会红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拄出来时阵哦，第二集迄个哦，白色的爱，啊出来啊，唔知讲话讲安怎样吼，我是无听到啦，我有听你甲我讲，伊拢来讲有安怎样啦，岗位讲话安怎样啦，啊，迄个。田园的啊，那样，哎，就讲歹势，董老师我讲，我咪狂杀啊，我死啊，我，啊，甲我讲咧，啊，我来歹势，我来好意思甲因讲安怎样？老师，你是讲电台的人，听因的话语听了无欢喜，是毋是？敢那表示讲电视功劳较大，对电台较关键？对，就是讲安尼啦，就是讲安尼去啦。啊，你若讲是不要紧啦，啊，毋知是安怎迄个说话人起毛歪哩。啊，起码袂得讲同事啦，甲我讲哦，我也袂使讲叫你买啦，怎样是所有电台主持人都同事。同事，啊，规个都拢专心拢疯啊嘞，规个都无听到那些。啊，唔得第二集总无，第二集吼，现按算要拍白色的爱啦，
我都无拍。啊，搁有一条我往下写一条，叫你变啦，迄嘛是袂歹听啦。啊，都拢无机会通拍。安尼，啊，过停了后，啊，文气啊啦，啊，甲因了，咱大家搁有在接触，大家好朋友嘛，是无？啊，就搁讲，再来讲起这代志。啊，我来讲哦，这吼那会当啦，吼。啊，过去就过去啦。啊，因为大家嘛，迄啰，啊，到第三集。就是小别海花，啊！加这个爱人是惊准人，爱人是惊准人，加嘿，这个吼，啊！我来用这个拜托，唔当过好经历咧。啊！所以不也是你出来化解？对啊！是我唔是讲化解啦，我起来加这，啊！你这电台当好朋友啊，因为较早出来弄。唱歌梦是电台了嘛？对，当英灵的片也开始吧，旧年也搞起。啊，拢电台啊！啊，事实是咩啊？过去咱台湾哦，你讲挂歌嘛是啦，你歌要红哦嘛是咱靠电台，哦，电台甲你捧，哦，点歌安尼吼，安尼开红起来安尼啦。啊，我现在跟你讲啦，尽量啦吼，能够的范围吼，啊，都过去就过去啊，因就较无迄啰，啊，都无啦，啊，尾就改地啊。啊，改地啊！到第三集秀别来话，大家哄，一个搁起来，把红一个搁较红安尼啊。在你心肝痛。
人讲每一个台湾人心内拢有一条江辉的歌，今日够真足欢喜。江辉这么侪红迄道代表作，足侪拢是邓家平老师创作的。一边写小别的海岸迄道，一边写爱人是行船人过迄道。老师，咱两边拢甲行船，拢甲海有牵的。恁我是高雄人啦，我是高雄出世的，啊，较早吼拢会遐海边啦。拢海一想到海的代志安尼啦，啊像讲哦，小别海哦嘛是，定定拢去迄个西雅湾啦，去了拢有甲种朋友拢会开始讲些即世事的代志安尼啦，哦含海拢有关系啦，啊所以写写啊都会想到海，哦啊想到海想到行船安尼，所以小别海哦就是讲，迄个熟悉嘛是伫遐。骨做顿来嘛是伫遐，啊，拢伫迄个高雄的海边安尼，所以感触良深啊。所以写条海安尼，啊，海上底迄落个，上底包含上多啊。我讲不平静的海影响，哦，像讲不平静的心情，哦，迄个平静迄落啊，拢尽量发挥出来咧。啊，所以像这条曲啊，无论这条还是爱人是行船人。甲真正的日本歌的开口，嘛拢相差足济。你拢想要变身对无？对。我就是讲哦，强调讲台湾歌，咱台湾的歌，台湾人写的歌，吼，就台湾味啦。迄也无日本味啊啦，那有啥日本味？小北方也无日本味，啊，真讲迄拢无日本味，迄拢台湾味的。上认真要讲台湾味，台湾歌，我是尽量会当安尼啦。因为较早就是我咧讲迄段，迄日本的歌星来安尼甲恁说呢，讲我来恁遮唱歌呢，我较听到拢日本歌呢，哎，上细听阁唔是啦，啊，拢用台湾歌，哦，啊，安爹咧甲恁说明啦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哦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拢写我一挂只安尼，家己创作。迄个顺利的心情一定足懊恼。对，啊，就是安尼哦。往往拢人迄种、迄种的心情哦，开迄有一挂迄落迄物件出来安尼啦。老师，啊，江辉一地嘛，迄度两地嘛，迄度对你来讲吼，压力唔得愈来愈重。既然红啊吼，皆有台湾人写嘛是会红啦，唔是袂红啦。我讲日本歌是好听，吼、哦、我翻过来嘛好听，但是咱袂当个永远拢靠日本人啊。安尼吼，歹势来讲，伊就歹。咱家己写咧，啊，开始写咧，啊，写就开始吼，尽量创作啊。我伫迄个《只有你》吼，《只有你》是第几呢？第六集吧？哦，头我唔是要拍迄个《只有你》哦，迄个我无拍哦。我是甲写一个《爱的将来》啊，甲《只有你》啊，是因为尾啊吼，吴俊怀吴老师，伊唔知先啊，佫叫人。个因拢提一块歌，说唔是伊，嘿，啊提一块来啦。啊，伊说讲要拍一块，讲袂要紧啦，恁做个暗示，我也袂当甲恁讲安怎。啊，总拍一块，啊拍一块嘛是有红，迄块也袂歹听，但是块较有一个限制啦。我这样讲啊，可能大家较唔知影，因为咱歌吼有4/4、4/3，遐节奏的问题。啊，你迄首歌吼，伊唔知是要用。较有创意啊，是安怎？内面后4/4，后4/3，后4/5，安尼个啦。啊，所以唱个人也歹唱，伫舞厅走个人也歹走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哦，出来嘛是有怕呢。啊，唱是较不要紧，啊，但是尾啊说，大家说，只有你说唱较济，所以变作歌唱比赛，我也歌唱比赛无人咧唱，唔是为拢唱只有你安尼啦。啊，只有你熟悉是哦，迄词是阮太太写的，伊较早迄就是写伊的，伊定咧讲迄是伊心声啦。啊，我讲啊，迄你的心声好，无用心声，恁迄歌咱同爱本来就是用一个迄个故事安尼吼，写个心声拢无要紧，真侪人个心声，我的心声，迄个吴老师的心声嘛是有心声，拢有安尼啊。迄块歌是伊写的，或者孙静雅，啊，因为也够有写的，迄个流浪教父是你知影咯，袂，迄嘛是伊写故事。迄个孙，你会用讲，人有衫甲你揪甲无手，大家烧钱在找。不过我也要请教你，咱天龙讲，
因为饲草一时好一时歹，尾啊，台语歌环境变化，是毋是你同款教学生生活渐渐嘛，敢若有所改变，还是讲收入较无遐济时阵，家庭是毋是有哪加减有压力？你头拄仔咧讲讲太太，嘛是有压力啦，压力拢有啦，因为你着生咱台湾哦，做音乐的人，毋是遐好，毋是遐好过啦，对。你讲写歌要唱嘛，无遐快啊。我们自己都家己嘛唔敢想讲，我写歌会唱啊，袂安尼啦。但是咱是尽量，咱有迄点气哦，就是讲以前听日本迄歌手来，甲咱安尼迄落吼，我想吼拼拼，阮台湾人看吼，家己作词，家己作曲安尼，啊尾也嘛是有啦，吼小别的海花啦，啊这舞池啦，啥这，到尾也我阁有新的。一寡吼，最近我冇新的物件，迄种拢是台湾味的较侪。因为我尽量吼鼓励讲大家创作啦，啊后来尾也嘛是有啊，大家拢嘛创作啊，真侪拢创作拢有台湾吼咱台湾家己的物件出来安尼。吼像讲迄落啊变正样啦，一寡有诶遐拢袂歹安尼啦。啊，讲到这，我咱来历史吼，五六十年啊吼，我的人生啊，像你，我迄个写迄个没有终点的音乐人，我到即满嘛咧用音乐啊，我这我八十外，我嘛是还搁咧写歌呢，我最近嘛是有作品啊，还搁合唱的。老师，你最近搁跟人合唱？有啊，是你家己的学生是无？对，还是袂歹啦，啊吼。一对叫做《初恋心迷迷》，一对这是合唱的，伊跟我对唱的，啊，佮另外两对拢袂歹，我只是讲报你知啦吼，啊，后日来有机会听到，啊，一对是伊吼我这学生写的词，啊，我谱的曲，或者幸福的滋味，吼，这一对，啊，佮另外一对是，一对叫《萨顿刻画》，这三首拢袂歹。啊，我嘛足认真拍呢，即下有机会啊吼，有机会哎，即马我迄片是吼，啊，讲到这片有这个工作顶下是疫情的代志啦，因为真早实在是做好一段时间啊，啊，疫情的代志啊拖一直拖一直拖，啊，唔得个好拍啊，个安尼，我拢台中也去，高雄也去，吼啊，去到足侪所在啦。啊，去爱河边啊嘛，这样吼，后回若有时间啦，有机会啦吼，咱若做伙来看，先再来看这里。老师，台语歌的市场，甲恁当初在拍片的时阵，已经有足大的改变。对。在你敢会当对现主持少年有想要唱歌、行歌大的朋友，讲几句勉励，还是提醒的话？因为你是没有终点的音乐人呢。我是正经也没有终点的音乐，我即卖还阁是哦，还阁咧写，还阁咧写，还阁咧教学生。因为吼，你若无呢，嘛是讲袂过啦。爱唱歌是真济啦，爱出名也真济啦，但是环境无法度啊。像我咧只唱片，向你买唱片，向你买 CD 无啊。手机啊，台你啥物歌嘛有，要听啥物歌出来都有啊。影响足大个，但是你无做嘛袂使，袂使讲无音乐。我嘛是继续咧做，吼，继续培养一挂学生，较好诶，我来尽量有机会互因录安尼。继续做，继续拼。老师，国政真正足感谢你。头拄啊，董小明老师所讲诶，即个建议，真正对一切爱行歌坛，也是对唱歌有兴趣诶少年辈，我相信是金言玉语。我后尾邀请老师，伫咱心所爱歌镜头头前。印落一个予阮永远留恋的手印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一款。老师请，老师请。哎，背起来，哎对，一高一低啊，吼。当家庭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手，内底歌词甲咱讲，只有人客对阮的鼓励关怀，予阮有一个期待，希望成功早日来。我相信，现主持伫台语歌坛拍拼，每一个歌手。每一个作家都需要观众朋友你继续听堂继续鼓励和支持，感谢当家的老师专工来现场，心爽的歌下回再来开讲，多谢，我是多谢，多谢。